个钢琴演奏家，所以他到世界各地去演奏，都很大家都很获世人喜爱。然后他的音乐有一股忧郁，但是有很真挚的情感。然后电影里面常喜欢用他的曲子当配乐，所以你们应该蛮耳熟能详的哦。重要的。
Thank you.